好，那第一个步骤呢是 knit 81 stitches。好，请看你的尺寸呢，它有不同的下针针数。那这个做法呢，通常我不会一边织一边数针数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同时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会先数好 81 在哪里，然后把它标记起来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算一下。81大概是到这一针，那我就会在这边别一个记号圈提醒我自己。然后呢，凡是这种算针数的东西，我都会建议各位验算一下哦。尤其是通常你在数数的时候，大家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你好像是坐在那边没事做，然后就要跟你讲话啊，或者要问你事情哦，所以就很容易算错。所以呢，我们再验算一次。81 OK， 81针 ，correct， 没错。好，那这边要做的呢，就是 knit 81 stitches， 织81针的下针。各位，你可以看你的尺寸有不同的针数，一直织下针，直到我们刚刚用记号圈标示起来的地方。